嗨，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就是明治的食玩是果冻糖。我看到一个问号，一个问号，对。这问号应该是加下去，应该是不知道会产生什么东西吧？感觉是应该变味道之类的，变色之类的。那我们打开做做看吧。它里面有一个模具。然后一个圆形，然后一个长方形，大家把它撕开来。那还有一个汤匙，然后里面有三包粉，一二三，我们可以来准备做了。首先要拿出这个上面印有音符的这个，然后倒到内馅的第一条馅。差不多均匀的时候呢，就拿出另外一个有星星的，然后一样加到第一条线。倒入二号粉。哦，变紫色了，搅拌均匀，有点能搅拌。我怎么没变色？是二号啊，姐姐。二号，我倒错了。大家怎么办？你先搅一搅啊。搅拌好先倒出来。哦，好。对啊，它有勾勾勾勾的感觉。好，这边。稍微搅拌均匀以后呢，就把刚刚我们做的这个一号的倒进去，好搅拌。哦，变色了。我直接倒吗？好。哇！你根本巫师吧你？不正常反应。我们等下来看看步骤错了什么感觉。好，这里搅拌好了以后呢，再用这个音符的，这是要两条线哦。然后加入三号粉，好，然后搅拌均匀。这也太好笑了吧。嗯，很能搅拌哦。为什么你一直冒泡啊？因为甜甜把原本应该是大格子桌桌的地方改成这小格子桌。好，这边搅拌均匀以后呢，就可以倒入大格的里面咯。然后要搅拌30秒。哎，你看，好，它开始起泡嘞。对啊，好恶哦，这样会变成果冻。天哪，天哪！没有，他说搅拌完30秒以后还要再放30秒。你看，我的最新出炉魔药。满到发泡，哎，我的天哪！你的已经不会，你的已经无法融了，无法融入了。你们已经不是在同一个世界了。好，我们在两人世界 W。好饿，我好像在洗泡泡浴哦，我不想看你的，你看我的多美啊！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十万可以做到整个都是泡泡的？对啊。
错啊？可是它有果冻的感觉，是有啦。可是那个是能吃吗？它呢，就是把二号粉搞成，把二号粉把三号粉变成二号粉。哦，对。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做好了哦。哎呀，做起来其实跟包装纸上面长得蛮像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嗯。就是这样发泡，像棉花糖一样的感觉。然后等了30秒，它有稍微比较凝固了一点，我觉得。嗯，可是还是蛮水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挖起来，好，我要吃哦。哦，我要吃哦。当然。其实就都葡萄味。对。而且它有凝固的地方，其实有点像人家搅烂的。搅烂的果冻，因为它不是一整块的、啊，它是像搅过搅烂的果冻味。会不会要放更久？我也觉得要放久，因为上面其实是有稍微凝固的那种感觉。你喝你的，哎、欸，我们来喝喝看好不好？你喝你的，我喝我的是吗？你喝失败的。其实就是葡萄汁的味道，也蛮好喝的、啊。葡萄苏打味，这个失败的蛮好喝的。嗯，你们喝看，不用了。今天的食玩是这样子的哦，那我们吃货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